接下来提到忧郁症的诊断。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各位到精神科一定要人手一本 DSM-5。那这边提到的就是 DSM-5 有关忧郁症的诊断的守则的标准。所以大家对于忧郁症的这些症状群一定要熟读熟背。可是如果你背出 DSM-5 的条文来让病人勾选有或没有，或者你用量表来让他评估得几分，这样子通常没有办法正确做诊断。那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忧郁症的诊断是要经过会谈的技巧，然后呢去了解病人的情绪状态。那了解他的情绪状态之后呢，再根据他的这个精神病理，根据你的精神病理学的训练去 coding， 去判断，去对照呢他有没有符合 DSM-5 里面的这九项条文。所以呢这个 DSM-5 跟 ICD-10 这些诊断条文呢，它只是一种类似像字典参考工具，最主要的判断还是要根据会谈的训练里面，会谈的技巧里面所得到的精神病理的症状，再去做合适的 coding。 那这一类的参考书呢，它只是用来作为对照，作为沟通，作为研究，或作为保险的给付。所以如果大家太强调只去收集那些症状，只去问他有没有，那这就会妨碍到精神病理学最基本的精神，所以你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诊断。希望你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有关于精神病理学所做的这些介绍。好，那这就是在英国做的一个实验，他们在医院里面去问病人各科的病人一个问题，就是 Are you depressed？ 你心情忧不忧郁？结果他们发现呢，这个如果病人回答是忧郁的状况之下，精神科医师去做临床的专家诊断，那25个里面说他忧郁的人里面，其实只有11个是真正的忧郁症。其另外14个说他心情很不好的人，事实上他并不是忧郁症。那你们也可以看到，在临床上面呢，诊断为忧郁症的这20位病人里面，竟然有一半的人回答他并不忧郁。所以如果大家只用问卷或条文，是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诊断，一定要学习精神病理，学习会谈技巧，去把他的情绪症状 coding 为是不是所谓在精神病理的状态。忧郁症在已经开发先进的国家的盛行率又来得更高，美国高达 17%， 欧洲高达 17%， 而且在欧洲的调查里面有 69% 的人忧郁症的患者并没有接受治疗，只有 10% 的忧郁症患者有接受到抗忧郁剂的治疗，女比男2:1。在有自杀念头的忧郁症患者里面，竟然只有 10% 有接受药物的治疗，治疗率非常的低。而这个忧郁症的患者里面有高达 10% 的患者最后是死于自杀。那忧郁症里面除了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重忧郁症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分类，那这是国考考过的另外一种分类。国考考的时候这种疾患呢，它还是叫做Dysthymic Disorder， 那现在在 DSM-5 它已经改成 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持续性的忧郁疾患。那它跟这个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的诊断差别呢，大家可以参考 DSM-5。